都干掉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静。两天没上楼顶了啊，上课太忙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住下的，还有一些窟窿啊。这时候外下雨了，风好大。今天刚好没有网腿，回来楼顶看多漏哈。哇，这个是达芬奇密码，哇，是不是感出问题的？这摊大饼我都恐怖，可能肝有点出问题的这一节，太热了啊，非常热，嚯！打雷的不动，不知道会不会下雨。哇，那就也摊大饼了。这里还有干掉呀，这克洛伊太热了哈，一直不降温，一直不降温啊，干都等底下干掉了，你看看就是这样干掉了，我还会现场雨一下哈，现场雨一下。剩多少了啊？去开箱，去开箱！完蛋了，这就忘记浇水了。完蛋，完蛋！而且长了那个白，这个虫，你看一下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多肉啊，它会长这个虫子，所以说要喷药。所以大家说啊，就是这个太阳花，它到后期也会长这种白色的那种介壳虫，里面都是虫卵。你看，哎呀，我两天没上了。我想好像中秋节的还可以，哇晕了！大家看看，就是长这些虫了，所以说要喷药啊。所以说有些人说花不喷药不行的，大家看一下，等一下我可能还会弄一些药给它喷一下。大家看看，就是长这种虫了，就是太阳花里面很容易长这种虫，哇都被虫子吃了，都被虫子吃。等一下用剪刀过来剪一下。哇，都干掉了，都干掉了。这太阳花锦呀，被虫子吃了。你说多了不管它，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啊。就是这种虫了，捏进去就是虫了，这个虫啊。以前不知道这是什么虫，这个虫啊，大家知道这个虫，它会吃这个杆的这个汁液。好，大家好，刚才带大家看一下，我还剩多少多肉花？你刚才看到那一盆太阳花锦都被那个介壳虫吃了，所以说养花要喷药。以前我太阳花也有被这种虫吃了哈，今天又到了一箱啊，还是美女家的，美女家的主要就是小精品啊，摆的比较多，有十株是雪天使58，还有阿姆斯壮两株，真的不错啊，这个。大家看一下，阿姆斯壮，后面好像又买了一箱阿姆斯壮，我就买这些，小精品的。大家看，这给摆一下，给大家先摆在地上啊，看一下，我等下再修根。这个是喷泉，3株才9.9块，哎呀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就买卖了。可能明年度夏还是有点困难啊，喷泉，大家看一下。像这种大株的，在一些直播间都是卖几百块钱，然后我看见它还可以，我就买了。好像还有一种是恩宠，有买两株恩宠，这两株恩宠也是9块钱。恩宠，还有两株就是那个黛比醉花，黛比醉花，
看一下。然后剩下的十株就是雪天使，雪天使就是沉闷露了，就是沉闷露，那种精选嘛，就叫雪天使了。它那个比较小，十株是，58块，那一本就是五块八。我们看一下啊，你看这个恩宠，大家看一下，雪天使啊，你说成恩宠了。我觉得他家的这个品相还可以啊，多肉。我可能这个它装在这里，我先没有种啊，就放在这个盆里面。是冷链，它现在就是泡沫很糟糕，剩下的它68，满68就是花冷链，都拿回来状态都不错哈，都拿到。好，你这个先给我拿掉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十捧那个雪天使，大家应该知道雪天使就是沉闷露了啊。我又买了十株，我说哎呀，看一下，满。然后这个是黛比醉花，醉花一直说了胡作不好养，然后我又买了两株，有黛比吧，我家没有黛比，买了很多的多肉，我现在也没有说有没有了，都没了。这个喷泉，它多肉还是晾晒的挺好的哦。多肉一定要晾干了剂才行，要不都是化水的，太恐怖了那样。这三株才9块9啊，一株3块3，根了干了还可以啊。这两株就是阿姆斯壮，这几天他直播间。卖这个阿姆斯壮卖的非常的火啊，十株也是58，那我这两株是一株5块9买的，都爆头了。图外很多，这箱还是比较简单的。这时候多肉都要干土上棚，只有到秋天的时候才会草土上棚，这时候都要干土上棚。这个是恩宠，恩宠两株也是9块9。风好大，这时候风又停了呢。你看这种天气哈，不会下哈，不会下雨啊？不懂啊，我觉得不会下，太阳又出来了，对吧？今天又盖了一箱啊，就是买一些小精品啊。别看就这十株了，十株这个肯定要移盆了，大家哈。只是说我这时候先暂时不会给它移。我进阶刚好有空，我就给它移的种了。这些小的就放在脸盆里面啊，等几天就给它种了。然后今天又开了一箱啊，小精品的。他家的货还可以，就是珍珠粒包装不好啊。那我现在都很聪明了，珍珠粒就在楼下，把它倒在那个垃圾袋里面。然后拉上来，就很干净了。大家也可以，因为它这个包装也是有纸包一下，这个还会好一点。它这个我觉得它也不错，用那个橡皮筋绑一下。啊，今天又开了一箱啊啊，又在开始买多肉了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养多肉的人不可能不会买多肉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啊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，拜拜。